位于台中都会公园旁的小巷，电线杆上有招牌，入口有两个，这是第一个入口。继续往里面走，可到达另一个入口。这里就是第二个入口。第二个入口的小径旁种了些花，往里面步行约一分钟就到牧场。这里就是开放民众喂食的地方。可以喂草，也可以喂饲料。羊打架，还有要喂吗？牧草和饲料要收费，花点小钱体验一下，很有趣。喂养区的一旁就是商店，除了牧草、饲料外，也有很多美味的乳制品，每项商品都很推荐。无论是馒头、冰棒还是羊奶，请不要错过。没看错，除了羊群，还有鸡群逛大街，每一只都很肥美，也不会和人们保持距离，有种体验农家生活的感觉，好疗愈。连麻雀也来分食，总的来说可以亲近动物和大自然，又有健康美味的食物。假日的早晨或午后来走走看看吃吃，很舒压啊。通往第一个入口的路上，其实还有鸟园，有兴趣也可以前往观赏。